完毕，首波的球权呢是在江门妹大学新秀队，而且马上就是一颗三分球，马建豪。有，所以很快的，申一大学已经在第一节才打了不到六分钟的时间，做了三次的交叉 handoff 之后，给球再做过边的一个掩护，造成空。对，马建豪躺的区域哦。嗯马建豪又出手了，再进篮筐的第三颗。整个进攻的启动啊，他们做了非常多的 motion 的这个进攻选择，也就是说不断的去做到一些空手切。哇，现在回来看这边，哇，马建豪这个球是，因为已经进入到暑假，在高中、大学这种社团啊，或者是这种真正的校队，我觉得都可以透过打研拔名城高校领先的分数来到21分了。每一名球员在三线外围都有非常好出手的这个手感跟信心啊，他们的反应也非常快啊。当你守到区域，他们就利用快速的这个布阵跟倒传；当你守到盯人，他们的 motion 第一天之后已经适应了这个强度了。嗯，在第一节就有所提升了。对，好，马建，我们马来西亚队今天的防守是非常主动的。对，马建豪又有一个三分再进。打好的三分球，哇！今天第一前面形成了二打一，马建豪守在最后一线起飞，哇！在空中直接被定板，他已经算好了，而且球又来到他自己的手上。是你在推进的时候，没办法扮演拖车的时候呢，你的功能性会打很大的折扣。那就所以有时候真的在球场上，你不是一挡到底就 OK 了，你还是要变挡。甚至演出逆转胜呢，而且我相信这也很挑战着吴正杰教练在场边这种想要。马建豪外围对位之后，大跨步切入，